学佛、学圣贤，从哪里学起？就从真诚学起。你的真诚心现出来了，你就是圣贤。刚刚现出来，小圣。小心，从这个地方慢慢扩充，扩充需要多少时间不一定，因人而异，因心而异。全在自己，外面境界是在讲是没有干涉的。干涉从哪里？干涉是自己去攀缘，外面的境缘我们不攀它，它对我们一点妨碍都没有。我们攀缘，问题就来了，就受到障碍了。不攀缘是决定不受障碍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然后我们才真正肯定了，不再怀疑了。一切法从心向生，自己的心向。自己心里头有真诚，你就入了大圣大贤诸佛菩萨的境界。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七情五欲，这是六道的境界。情执欲重，楞严经上所说的，就往下面坠落。只有想没有情，想帮你提升，情帮助你下坠。你要想提升还是想堕落，都在自己，与什么都不相干。外面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为什么有人不受影响，有人受严重伤害？这就是你攀不攀缘的事情。你要攀缘他，你得受伤害；你不攀缘他，没事。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什么叫攀缘？起心动念是攀缘，亲分别是攀缘，执着希望拥有它，希望占有它，希望控制它，这是严重的攀缘。严重的攀缘就是造三途罪业。多半都是在地狱。佛教我们随缘，不但随缘，还得妙用。
啊，妙用就是什么呢？随缘当中不攀缘，这个叫妙用。啊，随缘跟不攀缘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，这个妙啊。啊，随缘是恒顺众生，不攀缘是虽然随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事情做得圆圆满满，心里头如如不动，不动心是真心，真心生智慧。心动摇了，起心动念动摇了，分别执着动摇了，这一动摇就造业啊，善业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三恶道的果报啊，学佛必须把这些事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叫真学佛，真正的受用啊，过佛菩萨的生活。